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自杀的义士啊、将领啊，啊人还挺多的。比如说有自刎的，有上吊的，有投江的。这些人呢，要么是舍生取义，要么呢是兵败不降，要么呢就国破手中，义忠节。哎，对于这些人来说呢，确实比他们生命更重要。就在明清交叠之际，还有这么一家人，前后两次，他们家的妇人、女人啊、女性亲属，举家集体自杀。但是呢，就同一家人，他却分别呢向两个朝代，还表明他们的忠心。而最近这次誓死效忠，居然呢是向当初他们家人誓死抵抗的敌人表示忠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上一集就说到，清朝在广西那王爷孔有德的女婿孙元龄，首鼠两端，在投降吴三桂的同时呢，还向康熙帝不停地秘密上表奏。他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想啊，双向的来讨好，想自己呢割据广西。对于这件事儿，说句实话，吴三桂的老头啊，对孙元龄这个人心知肚明，于是呢，就派出他自己的侄孙吴世从去解决掉这个人。当时呢，吴世从就率领大军啊到达桂林附近了，也没有马上进城，名义是什么呢？就是过来请了孙元龄吃饭，然后向他表达呢啊这个吴三桂啊这周王啊对他的这种信用吧。与此同时呢，还表示说要调解孙元龄和马雄之间的矛盾。孙元龄自然不知内情啊，因此他就没带什么随从啊出得这个桂林城。对新来的这个吴世从啊热烈欢迎，两个人一见面呢还挺客气，互相寒暄了几句。谁料想，吴世从忽然抽出宝剑，一下子就把这个孙元龄啊捅了个透心凉，当时就把他杀于马下。虽然把这个孙元龄杀了，吴世从呢对孙元龄他的老婆孔四珍还挺客气的，他呢不仅没有杀害这位清朝公主级的人物，还派人把这个孔四珍和相关亲属吧都护送到昆明加以善待。而后呢，吴世从还派手下呢留守桂林。那么孙元龄原有的部众依旧由孙元龄他老丈人孔有德当时那些旧将统管。吴世从本人进入桂林之后呢，很快就召见先前被孙元龄监禁的，而且监禁的时间不短的那清朝的广西巡抚马雄镇。哎，这里要说明一下啊，这个马雄镇是广西巡抚，先前呢和孙元龄一起投降那马雄是广西提督，这两个人的名字差一个字，但完全不是一个人。见到马雄镇，吴世从呢就传达了吴三桂的意思，就说想对你招降，立即遭到马雄镇的严辞拒绝。吴世从不死心啊，又办制了一席丰盛的酒宴，准备呢和这位马巡抚把酒言欢。马雄镇这个人还真倔，一大桌子酒席刚摆好，他近前一抬手把酒席掀翻，汤汁儿饭菜弄得吴世从一身，当时就惹得吴世从大怒，派人马上把马雄镇两个小儿子牵过来，当着马雄镇的面依次斩杀，接下来又杀掉马雄镇的家仆数人。眼见两个爱子死于面前，马雄镇呢也是不能忍了，一身牛吼，赤手空拳对白刃，朝着吴世从啊就扑了过去，当时就被吴世从的这个亲兵当场砍死在当地。马雄镇和他们老马家的事儿呢还不算完，就在广西巡抚的宅邸得知丈夫和两个儿子被杀了，马雄镇的妻子李氏呢还挺冷静，就开始监督宅中女眷按照顺序自杀。第一个被这个夫人安排上吊的是谁呢？是马雄镇的儿媳董夫人。这个女人呢大胖身子，刚挂上去就掉下来了，绳子断了，脸都摔破了，没办法，只得在婆婆的监督下重新站起身来，自己呢再系好绳索第二次上吊。随后呢，马雄镇儿子马世济的妾苗氏，马雄镇两个未成年的幼女二姐和五姐，以及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排队上吊。李夫人呢还挺有主妇派头，每死一个啊，她都过去这个检验，看看对方是否真的咽气了。而后呢，她就是会在丫鬟的协助下，把依旧热乎的尸体解下来，
放在地上，哎，在那儿进行排队。再接下来，这李氏妇人呢，还要继续监视他家里那十八个女仆，也都给我依次上吊。最后那第十八个上吊的丫鬟，这李氏已经排好了，年纪最轻，她的身量也最轻，等于就是一小女孩。为什么呢？以便于李氏自己最终能够有力气把她解下来，放到地上。到最后，看着排在地上的24具女尸，李氏满意了。然后呢，他面朝北京方向，三拜九叩，最后把他自己也挂到了房梁之上。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呢，发生在1677年11月6日晚上。而据此，近60年前，马雄镇的祖父马宇进，当时呢是明朝辽阳的一个小学官，什么官职呢？辽阳训导。努尔哈赤后金军队攻占辽阳之后，马家妇女听说马宇进已经英勇战死了，但只是听说啊。当时这马宇进的妻子赵氏，为了寻夫兼寻国，也是当夜监督全家老小，包括女仆40多人，集体自杀。结果呢，等这老马家一大家子女人都死绝了，转天那老小子马宇进全心全影他回来了。不仅他本人向后金投降，他那个作为当时明朝声援的儿子马明佩也投降了。日后呢，这马明佩啊还成为皇太极那一朝得力重臣。马雄镇呢，你想他上面有他爹有他爷爷啊，都是清朝的这个汉奸走狗，自然他长成之后呢，也就成为清朝的这个得力的地方高官。马氏家族这些男人啊，世世代代食大明的俸禄200多年了。结果呢，你看最后这三代，前两代男人在辽东啊做了无耻的汉奸，到的第三代马雄镇，你想他才吃了清朝的俸禄30年，岂料呢他摇身一变到变成宁死不屈的大清忠臣。这种结局呢，确实让我们现在读起来啊，听起来看起来也是感慨万千。我觉得啊，其中最让人感到可惜和可恨的呢，就是老马家啊，他们这两代家族的主妇。当初努尔哈赤这后金啊，这个政权非常残忍，在辽东地区每攻克一地啊，对当地的汉人绝对是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当时那赵氏率领他全家女人殉死，确实还是有些道理的。吴三桂政权呢，和清朝是敌手，他即使把这个马雄镇父子杀掉了，他们对待老马家这些妇女，我们都可以想象，绝对不会像从前那些满洲军队对待俘虏那样残忍和淫毒。退一步说，即使你老马家女人寻死，你们毕竟有个名分啊，算是死得其所。但他马家那18个年轻的女仆，有何罪啊？有何辜啊？竟然也被马雄镇的夫人，这恶毒的李氏老娘们逼迫上吊了，确确实实是骇人听闻。不过呢，马雄镇家族这种悲壮吧，所谓的悲壮，就成为清廷呢宣扬这个大清忠烈的最好的样板。为此呢，康熙帝对马氏家族呢大肆褒奖，追赐追赠马雄镇呢太子少保，还兵部尚书，当然就是死后给他认的官了，赐谥文义，而且呢还授予先前还有命逃出的那马雄镇的长子马士济啊作为这个大理寺少卿，这官职还挺高的。而那位监督啊，这个家人自杀的马雄镇他的李夫人呢，也被朝廷荣封啊，荣赐诰命夫人。日后呢，为了大肆铺陈忠于清朝的这样的思想，清朝的御用文人有叫蒋士铨的，写了一出大戏，叫什么呢？《桂林霜》。这出剧目呢，在乾隆年间流传特广，内容就是放大歌颂马家对大清的这种忠贞不二。那么在清朝这出样板大戏最后一段当中，作者啊，蒋士铨还让从前昔日自杀于辽阳的马氏家族的女子那些阴魂，在来世呢得以和桂林自杀的马氏的这些所谓的女英烈们啊欢聚了。这种安排啊，我觉得真真正正的可笑荒谬至极。你想50-60年前马氏家族的妇女那都是纯粹的汉人装束，而在桂林自杀的那些老马家的女人都是汉军旗人，哎，大脚花盆底着高鞋穿着，脑袋上大撒把的发型梳着。所以说呢，让我现在一想都感到特别奇怪的是，我估计屏幕前好多这个观众也奇怪，你说这两波汉人啊，在清朝人的舞台之上在演戏，他们该如何穿着打扮呢？先前死的那批马家妇人
都是一身的明朝打扮，现在呢这帮妇人还又是这个清朝打扮，这是如何表演呢？还挺奇怪的。清廷在当时和日后呢之所以大树特树，马氏家族这种殉难的典型呢，实际上就为了彰显啊，这个大清就如今真正替代了明朝了，已经成了中原的正统王朝，表明呢这个清朝已经逐渐褪去了蛮夷和建伪这种色彩，成为中华帝国的天授之主。如今呢清朝的大忠臣马雄镇死了，虽然他和他一家人的死啊使得这个清廷获得了宣传样板，但广西这个地方实实在在是丢了。由此呢吴三桂基本在这个西南啊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全心尽力攻打湖南。想当初吴三桂这么一叛乱，清廷当时主要的注意力就是湖南、四川、陕西和江西的几个省。康熙十三年三月，就公元1674年，杭州将军呢图拉派人又送来急报。什么情况呢？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和那个福建巡抚刘秉正这两个人一起宣布向吴三桂投降了，而忠于朝廷的那个福建总督范承谟呢啊就被他们幽禁起来了。耿精忠呢是清初那大汉奸耿继茂的长子，耿仲明的长孙。他本人呢和那个吴英雄一样，当时啊也都是这个满清的额驸，等于都是满清的驸马，和硕额驸。他娶的是谁呢？娶的是清朝肃亲王豪格的女儿。所以如果论亲戚，康熙呢还是耿精忠的这个叔伯内弟。康熙十二年，当时耿精忠听说平南王尚可喜自愿撤藩要回辽东，他呢也没办法，被迫也自己上书，就跟那吴三桂一样也请求撤藩。吴三桂起兵之后呢，清廷就宣布停撤平南与靖南这两藩，耿精忠呢等于是依旧留镇在福建。毕竟清朝的撤藩啊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吴三桂积极拉拢和劝说之下呢，耿精忠当时想都没多想，就在福州宣布反清了。他手下那些将官基本上都跟随他一起反清，地方那些文官啊，大多也是向他投降了。在此期间呢，只有福建总督范承谟啊坚决不降。这位范承谟他之所以不投降，也是有他理由的。他是谁啊？他就是后金清朝所使用的第一代大汉奸范文成的次子。所以说他们这个老范家和满洲权贵的关系太深太厚，所以呢他才如此的忠贞不二。为此呢耿精忠也没办法，只得把范承谟连同他家属随从50多个人吧全部幽禁起来。耿精忠宣布反清之后呢，他不能比吴三桂高啊，比他低一小格，所以他就自称什么呢？总统天下兵马上将军。而后呢他又在他所统治的福建地区自铸权币，名叫什么呢？裕民通宝。福建的耿精忠也造反了，就使得当时的清廷雪上加霜，也呢大大出乎康熙帝的意料。恨极之余，清廷马上发布告示削夺耿精忠的王爵，把他视为叛逆。叛逆不叛逆呢，说句实话，耿精忠这时候根本就不在乎了，他就积极啊配合吴三桂啊主攻临近的江西啊浙江这两省的清军。而且呢还跟广东潮州总兵官有叫刘进忠的积极联络，派刘进忠啊又开始呢煽乱广东广西啊沿边那些地区。而后呢他还派遣使者渡海，联合台湾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一起出兵进攻大陆。耿精忠还答应郑经啊，一旦事成之后肯定会把福建南部沿海所有的郡邑全部割给郑氏政权啊，由这个郑氏政权统治。由此以来，清朝的东南沿海就一时间大乱。福建耿精忠这么一起事，更是紧随这个吴三桂啊，他起兵的那波冲击波，再次猛烈撼动了相邻省份，比如浙江、江西、广东那些省。对吴三桂来讲，耿精忠太重要了，他简直就是为自己开辟了东线的第二战场，使得当时的天下形势啊，变对吴三桂更加有利。而且呢，耿精忠手下还有个部将叫曾养性的，这个人特别能打仗。他率领10000多人部众啊，作为东路军，就从浙江攻入沿海地区，一路横行，所向披靡。不仅如此，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也委派他手下大臣冯国轩率领10000人马，乘船从台湾出发，然后就在福建沿海登陆，很快就占领什么漳州啊、海城啊、同安、邵安、泉州啊，包括建宁好多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到处招兵买马，扩大他们的势力。但是这耿精忠和郑经
这两个人的联盟啊，持续时间很短，就几个月，而后他们就归于破裂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耿精忠啊，当时是以大陆盟主自居，派人呢向郑经发号施令，而且还派手下使者给这个郑经啊送去敕印，封郑经为大将军。郑经看到这所谓的委任状，非常恼火。这靖南王乃明朝叛逆啊，他有什么脸面和权力封我郑经呢？再后来，双方在是否尊奉明朝正朔问题上呢，矛盾日益加剧。你想，那郑经肯定是要奉明朝为正朔的，于是呢，他们相互开始互相攻击了。没过多久，得知吴三桂啊已经放弃明朝的旗号，他自立为王了。一直以海上孤中自取的这郑经啊，这个郑氏家族断然宣称啊，就和这个耿精忠啊和吴三桂啊他们决裂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干了。不仅如此，郑经的部队就开始在福建的沿海对耿精忠的部队，包括的耿精忠的占领区，就展开了攻击。耿精忠和郑经这两个人闹翻了，这对清朝非常有利。稍后呢，清兵很快就在江西、浙江战场就开始取得这个进展了，等于顶住了耿精忠部队的进攻，收复了好多失地。随后呢，清军在江西和福建地区，开始和这个耿精忠他手下的武装势力呢，进行拉锯战。清朝在汉人三藩当中，吴三桂、耿精忠反了，唯独当时平南王尚可喜对清朝忠诚，还不停地把吴三桂派去给他劝降那些使臣啊押送入京，疾风施劲草啊。康熙帝当时啊特别感动，马上下诏把两广的军务啊全部托付给尚可喜。我们要知道，尚可喜和耿精忠啊他们之间还是儿女亲家。耿精忠呢是尚可喜长子尚之信的七兄，而尚可喜次子尚之孝的女儿呢又是耿精忠的儿媳。如此一想，尚可喜家族和耿精忠家族有这么亲近的关系，依旧能够忠于清朝啊，这太不容易了。所以康熙帝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话又说回来了，如此表现，这平南王尚可喜他对清朝能够善始善终吗？中国是谁第一个吃巧克力呢？巧克力我们现在啊到处常见，随便买，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但在清朝时期，这东西太珍贵了，是洋人吃的东西，洋人带过来的。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大清，第一个吃巧克力的谁呢？应该就是康熙皇帝。在当时的美洲殖民地啊，上到祖宗的富商，下到平常那些三岁小孩、老百姓家里的人，都能食用这个 COCO 制品。而且呢，当时这个美洲殖民地还没有独立，所以巧克力和茶啊这些东西，对于殖民地的这个当局来讲啊，都是巨大的税收，所以英国人对巧克力啊茶都特别重视。但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呢，这种植物却遭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当时欧洲商人嘛，也和清朝贸易，就把好多中国人认为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带到中国来了。康熙时期呢，虽然依旧也是奉行着天朝上国、闭关锁国这种政策，但康熙皇帝这个人呢，本人还是挺开明的，就批准了好多这个新鲜的这种西方事物能够进入皇宫，什么钟表啊，一些稀奇古怪的建筑啊、水法啊什么的，康熙还挺喜欢的。等到那传教士给他吃巧克力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一入口就这东西还挺好吃，那些传教士呢还挺高兴。就是认为呢，康熙皇帝也就喜欢这种又甜又苦的东西。他们有所不知，康熙皇帝当时实际看中的巧克力是什么呢？是他认为这巧克力有药用价值。这康熙皇帝自认为自己也是老中医啊，就认定这东西有苦味嘛，又甜，肯定呢有治疗风寒的作用。到后来的巧克力越吃越多，跟这个传教士聊天的时候，他就知道巧克力啊基本不治病。就是这个洋人吃的一种零食。皇帝一看怒，眉头一皱。没过多久，康熙皇帝也就认为这个巧克力没什么效用，这个东西啊，以后我们大清不能进口这些东西。康熙手底下那些不敢怠慢啊，皇帝都表示这东西吃着对身体没什么好处啊，于是把全部那些 COCO 豆、COCO 粉全给销毁了。
前的朋友呢，如果你们看过影视剧《还珠格格》，肯定呢会对剧中那清军当时对抗那缅军的大象啊，然后不少人被踩死那个场景呢，你们肯定是记忆犹新。我们要知道，在乾隆皇帝之前，康熙皇帝的军队呢也曾经遭遇过啊一只大象军，统领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这位吴三桂。当然了啊，这只大象军并不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重点，我们只是拿此呢来举例一下，就说明吴三桂当时的军队实力是非常强大，他连大象都有。在反清的道路之上，吴三桂从起兵开始，他的军队绝对是如同开挂一般，一路是势如破竹，横扫数省。可是呢等他的军队到达湖南之后，却忽然慢下了进攻的步伐，选择什么呢？在长江边开始休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上一集呢就说到，由于康熙帝啊他一系列的安排失误吧，就导致西北的吴三桂旧部下那王辅臣呢又宣布叛清，等于就把清军的西北粮道给阻截了。想到粮道这被切断，清军呢就被迫退回到西安、汉中啊、兴安啊这些重镇啊，陆续都被吴三桂的军队占领了。而后呢，在王辅臣右劝之下，陕西、甘肃、宁夏啊好多地方这些将领呢纷纷投降吴三桂，最终只有甘肃提督啊这个张勇、总兵孙思克，还有西宁总兵官叫王进宝的，还有宁夏总兵官陈福，这几个人呢没有投降，依旧是死守城池啊，坚持继续忠于清朝。此时呢，清朝在西北的力量只有西安一个府城，还有呢滨州、黔州两州。在甘肃呢，清军仅仅能够保有什么呢？河西走廊这一带狭长的区域啊，别的地方呢啊都被吴三桂哎等于是占领了。康熙十四年12月22日，就公元1675年，宁夏又发生兵变。清朝那个将领陈福被乱兵砍死了，至此呢清廷就不得不改掉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代替陈福的职务，暂驻秦州，但让他呢继续兼任他原先那西宁总兵官的职务。这个时候那张勇就推荐他的老部下，当时任天津总兵的赵良栋到宁夏去任职。接到张勇的奏书，康熙帝马上批准升这个赵良栋呢为宁夏提督。赵良栋这个人本来他就是西北籍的，智勇双全，日后呢他和张勇、王进宝这三个人并称为清朝的河西三悍将。赵良栋到任之后呢，马上就和王辅臣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征战。时间到了康熙十五年，就公元1676年，吴三桂和清军呢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因为吴三桂当时起事的时候非常突然，迅速就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啊，包括江西的部分地区，前锋呢一直抵达到长江南岸，一时之间吴三桂绝对是风生水起，占尽优势。而后呢，福建耿精忠啊又宣布反叛清朝啊，夺取了福建、江西还包括浙江大部分地区，王辅臣呢又在陕西接应。甘肃大部分地区呢也等于是啊被吴三桂名义上占领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清军是步步被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同时呢，由于国内局势吃紧啊，就连朝鲜啊、交趾啊，清朝当时这些附属小国也是蠢蠢欲动。当时的清朝啊，绝对用四个字来形容，什么四个字呢？四面楚歌。吴三桂大军呢一路是势如破竹，前锋一直抵达到哪儿呢？湖北，包括长江南岸的松滋，松滋就在今天湖北的松滋以北那个地方，隔江呢就和清军的大本营荆州啊隔江相望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云南出发的吴三桂已经是饮马长江了，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横渡长江啊，开始向北进发。而此时呢，清军啊是四散未及，江北地区啊人心不固。如果吴三桂能够指挥他手下大军迅速渡江，不仅能占尽军事上的优势，
而且在政治上呢，影响肯定要更大，一定会使江北乃至黄河流域那些汉官汉将日益加入到反清的这个行列之中，肯定有更多人向他投降。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一而退再而退，清军呢最后会退到黄河北岸，一定会在那里呢尴尬地进行负隅顽抗。但奇怪的是，吴三桂大军到达松滋之后，就在当地啊屯扎达三个月之久，没有任何北进的迹象。听到这个消息呢，当时人在昆明的吴三桂心腹模式刘宣初马上就写信给吴三桂，劝说他呢即刻率军北上直捣黄龙府。刘宣初给的吴三桂的信大意如此：王爷您在江边坐待，应该是幻想呢世子吴英雄会被朝廷啊送回给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强弱相斗，我为弱者，力速不力托。如今呢，吴越之财货，三陕之勇武，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爷您竟然按兵不进啊，想着和清兵呢焦灼酒池，这样下来啊，对我们是大为不利。也不知道为什么，吴三桂对刘宣初的劝告无动于衷，根本就没有任何答复。确实啊，这吴三桂一直是以云贵地区为他的这个老窝的，他以此为根本呢，以此为根据地来和这个清朝相抗衡。一旦清朝缓过劲儿来，实现了政治经济总动员，那么他的潜力绝对是无限的。而当时的吴三桂如果进锐而战，一鼓作气啊，乘着清军军力还没有就是集合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呢荆州还没有设防，上上下下一片惊慌，趁这个时机啊，渡江之后马上北涉黄河，直逼北京，说不定啊顺势就把清朝给灭了。但吴三桂这个人呢，最终啊就在长江边上逡巡不前，到达湖南之后忽然他就屯兵不进了，使得所有的机会啊全部都失去了。当然了，吴三桂之所以他不愿急速北进，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吴三桂本人啊就是个资深的战略家，人到老年求权求稳，在他心中呢，你想云贵是他自家的根据地所在，如果贸然北上，一旦中道受到挫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或许呢自己大军啊就会马上陷入进退失据这样的危险境地。而如今在长江以南屯兵，先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啊，就能稳中求进，再不济也能够和这清廷啊划江为国，依靠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啊，也足够有称帝称王这样的资本了。而恰恰就是吴三桂这种持重的保守的想法，使得他手下大军最终呢从锐攻变为防御了，慢慢的呢接下去就变成了被动挨打。否极泰来转机现，吴三桂呢在长江边上驻兵观望，还再不往前走了，这就给清朝调兵遣将留出了机会。康熙皇帝呢和他手下那些大臣就能够从容的集结兵力加强布防。到了康熙十四年的这个初夏，清廷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国内战略要地的全部部署。而后呢，清廷又派遣各方面军的这个首领统领啊，就让他们呢率领他们所部人马嘛，就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啊，包括在武昌、荆州、夷陵、云阳啊、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河南、江西、建昌等地吧，就所有的这些地方。清军啊就能够凭借长江天险，以这个荆州呢为军事大本营，在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呢层层设防啊，对吴三桂军队呢开始进行了严防死守，斗智加斗勇。康熙皇帝呢当时对吴三桂恨之入骨，所以说呢在战争相抗的同时，清廷呢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无所不用其极，以檄文或者公开信的方式呢对吴三桂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进行大肆的揭露和宣扬。清朝呢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上善率领他所下人马呢赶赴越州，而后呢康熙就授意他，以他个人名义给吴三桂写公开信宣布四方。表面上看呢这封信是劝降，实际上就是来揭露吴三桂的愚蠢和罪恶，试图在政治形象上进一步把吴三桂搞臭。这封信呢引经据典入木三分，应该是啊这个清军统帅上善手下那个汉族文士写的，
确确实实啊，是一封上好的宣传品。信的内容是如何写的呢？王以亡国余生，这个王呢，就是指吴三桂了。起师舔寇，蒙恩眷顾，列爵纷纷，迄今30年，富贵荣宠之盛，近代人臣罕比。而末路晚节顿孝同昏，自取颠覆。溥且为王不解也。这个溥呢，是上善自己的谦称。何者？王既言兴复明事，则囊者大兵入关，昔不闻王请立明义，且天下大定，犹为我既除后患，减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谋创大业，则公主额驸曾挟之颠，其实何不拒蒙反？至王遣子入仕，乃父背叛，以献子于行路，可谓雌乎？王之投诚也，祖考皆应封赐，今则焚营毁弃，骸骨委于道路，可谓孝乎？为人臣朴，选侍两朝，而未藏权忠于义主，可谓义乎？不忠不孝不义不慈之罪，公自踏之，而欲成角力，收服人心，由错心于火而云安，结巢于木而云固也。何乃治世？待由所属将变，山鸡生变耳。如既书成悔罪，圣朝宽大，应许自新，勿踏公孙树，捧宠固辙，赤足战身，为世大路。这封信呢，看似是一封招降信，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招降的意思，就是公开挖苦污蔑啊这个吴三桂。在这信中呢，就是讽刺吴三桂这个人为善不忠，嘲笑他不慈不孝不忠之意，还加上他的不智。吴三桂接到这封信之后啊，看完之后郁闷至极，3日不思饮食。其中呢，最有杀伤力的啊，就是指斥吴三桂率领大军先前亲临缅甸，最终擒杀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把这个明朝的嫡系啊最终诛除。这件事啊，是吴三桂啊根本就不能够辩白的，他的政治硬伤。他做出这件事之后啊，你现在又反清起兵，根本就不能取信于国人。当然了，在战争初期啊，清廷确实也低估了吴三桂的影响力和他的实力，以为呢可以和吴三桂在战争中速战速决。随着战场局势的不断恶化啊，清廷啊逐渐感到后怕了，康熙帝也怕了，而且呢就逐渐开始采取被动的守势。还好吴三桂呢驻军湖南，就给了清军大好的喘息的机会。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呢，清朝方面就能不断地寻找战胜对方的机会。继耿精忠之后，王辅臣呢在宁羌州开始反清了，就使得当时清朝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至此呢，你看在国内竟然出现了三大战场，这三大战场就让清廷啊顾此失彼，忧心忡忡。当时呢，那耿精忠占据福建之后，又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王辅臣呢起兵西北，四川、甘肃以及陕西大部分地区呢，哎，等于就形成了啊对清朝的右翼的西部战场。吴三桂本人呢，统领反清的主力，占据湖南，形成正面的中路战场。这三大战场当中，肯定要是吴三桂啊，这个统军的这个湖南正面战场最重要了。这呢，不仅是因为反清的标志性人吴三桂呢本人就在湖南前线，而且呢，吴军的精锐部队将近20万人都集中在这里。这些人呢，得胜连连啊，占据了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还包括李州啊等多个这种战略要地。当时呢，这吴三桂就以7万兵力据守岳州、李州。那些相邻的水口，他就与驻守江北的清军呢，等于就是对峙了。此外，又以7万兵力呢驻醴陵、长沙、萍乡各地，目的呢就在于抵抗啊江西啊岳乐部清军他们对湖南的进攻。而且当时呢，吴三桂手里还有一支特种部队，什么特种部队呢？就是由云贵的土司啊那些苗族啊壮族那些少数民族土军组成的大象军。大象这种巨型的当时的肉坦克啊，在吴三桂军中呢就有50多个大象组成的大象军，这种特种部队我们现在听上去挺儿戏的，你看动物园里的动物都上前线，这不开玩笑吗？我们要知道，在热兵器不发达啊，士兵们多依靠战马作战的清朝前期啊，但凡这训练有素的大象啊，其实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动物。他们呢不仅能够冲锋陷阵，而且还能够惊吓敌方的战马和士兵，往往在双方交战
决胜的关键时刻就能起到出人意料的这样的作用。对于当时人在湖南的吴三桂来讲，岳州呢是重中之重，是水陆中枢要地，岳州就是今天湖南岳阳。岳州呢不仅仅和清军的大本营荆州隔江相望啊，隔江对峙，而且呢从战略意义上讲，岳州还是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因此呢，吴三桂就派出他的侄子吴英七率领70,000精兵把守岳州，作为吴军呢在湖南的这战略中枢。清廷方面呢也肯定深知这个岳州的重要性，所以就派出重兵在荆州啊紧密布防。为此呢，清朝的援兵不断，还粮饷也不绝。同时呢，清军还制造了大量的船只啊，就在当地作为储备，以此呢来作为将来渡江所用。湖南这边吴三桂和清军紧张对峙，那么王辅臣呢在西北的起兵，就使得康熙帝爷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五内俱焚，所以呢他就一直催促湖南的将领呢尽快进攻吴军啊，不能拖延观望。你们即使一下子不能把岳州攻克了，也肯定要把这个长沙先拿下来。情急之下呢，康熙皇帝甚至一度呢他想亲自到湖南御驾亲征。当时全国虽然有三大反清的战场，但清廷最关注的肯定就是湖南战场。这点也好理解，擒贼先擒王嘛，只要能把吴三桂主力击溃啊，把这个吴三桂本人能擒杀了，那么反清武装等于就失去了象征性的人物，自然而然叛逆的势头呢就会迎风而解。那么康熙他的这种念头，他的这种想法能够得以实现吗？清代的密折制度是怎么回事？清朝皇帝呢想对天下事情啊知道的事无巨细，因此呢当时就觉得传统的公文信息模式啊满足不了了。就因为这个公文啊，正式的公文过手人太多，流程太长，传递也慢，因此呢这个皇帝想听到的想知道的这个实话就更少了。怎么办呢？从康熙帝开始，他就给下面的督抚将军三司包括特派官员，他们呢以什么权利呢？专折或者是密折直奏的权利，就这个奏折，专门的奏折，专门的密折，直接就可以送给这个皇帝手中，不用经过那些衙门。密折呢有专用的盒子，一把锁头，两把钥匙，皇帝和那些有密折权的那些大臣呢各执一把。而那些有权啊直递密折的那些官员呢啊，无论这个他们的职位如何吧，都可以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事儿加上他自己主观认识吧，就直接汇报给皇帝。这个奏折呢还要加急传送，谁都不能拦阻，谁也不能看，最后送到京城就直接递到皇帝手里了。而当时有这个密折的权利呢，说句实话挺了不得的。你别看你是一二品大员，比如说是我顶头上司，也是皇帝红人，但我照样能把你的过失或者是我的成绩啊直接告诉给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的皇帝似乎做到了兼听兼明。密折制度最普及的呢，实际上是雍正皇帝时期。当时呢，他好多的手下，甚至有一些低级这个职衔的官员，都有直接密折给他的这个权利。当然了，清朝皇帝呢开的这个密折制度啊，这个本意应该是好的。但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朝中后期，那些官场啊变得越来越一团和气了。先前的那种越级上报啊，争功诿过啊，互相揭短啊，那都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你真想搞我，我磕出老命啊，这个事儿我才会干出来。平常啊，大伙儿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直以来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啊，父子关系都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微妙的，而且呢一直着重强调什么呢？父为子纲，所以导致呢有的父子之间啊就会产生隔阂和冲突，甚至那些皇帝父子之间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冲突。尚可喜和他儿子尚之信呢
也就是典型的一对冤家父子。父亲尚可喜，他一直对清廷的忠心耿耿，誓死报效。但他儿子尚之信呢，后来却投奔了吴三桂，举兵反清。为什么这对父子会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呢？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一集我们就仔细来讲一下。吴三桂、耿精忠接连叛清，那么作为清朝那汉人三分之一的尚可喜，这老头子天天是忧心忡忡。他不仅呢担心当时啊这个清朝江河日下的军情，还担心谁呢？还担心他自己家族的继承人问题。按理说啊，如果尚可喜呢因为年老退位，他的这个王爵啊应该由他的长子尚之信袭封。而康熙十三年那一年，就公元1674年的那个时候，尚之信呢已经是39岁的壮年人了。这个人啊，生而神勇，啊不拘细行，特别喜欢喝酒。多年以来，尚之信呢多次跟随清军啊冲锋陷阵，每次一打仗啊，这哥们瞋目一呼，千人俱废，啊当时绝对有项羽之勇。但尚之信呢，因为他一直有酗酒的恶习，尚可喜呢就非常讨厌这个长子。就觉得这儿子啊，绝对是我们老尚的丧门星。于是呢，他就在自己手下谋士金光的建议之下，尚可喜决定把王爵呢传给他的次子尚之孝，而且呢，马上写奏章啊，向那个北京的康熙皇帝就申请。这事儿如果换在往常的成平年代，满清朝廷绝对不会同意尚可喜这种奏书的啊，废长立幼啊。如今呢，大敌当前。尚可喜呢又是一位老忠臣，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康熙马上是一概照允。于是呢，尚之孝就即将袭爵，就成为平南王了。听到这个消息，那尚之孝啊，他大哥尚之信愤懑至极。不久之后呢，清朝广东的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又在康熙十三年4月20日那一天呢公开举兵啊叛清了啊，跟随这个吴三桂了。由此一来，广东的局势呢，对于清朝来讲就更加险恶了。刘敬忠这个人呢，本来他是明朝辽阳人，原先是谁呢？原先是明朝的总兵官马德公的手下。刘敬忠叛清之后，他马上把这个耿精忠造反的那个闽军啊，福建军队引进到广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尚可喜这老头就特害怕，赶紧派他儿子尚之孝啊，统领兵马进讨那刘敬忠。你还别说，尚之孝还挺能打仗的啊，屡次打败这个刘进忠的叛军。而尚之孝的弟弟，作为清朝副都统的尚之杰也挺能打，陆续呢率领清军收复了不少失地，多次打退了耿精忠啊，还有那个政经部队的对这个广东附近的进攻。康熙皇帝呢，为了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的这种忠诚不二，马上下诏，特意呢给这位平南王晋爵他为亲王。这可是吴三桂得封亲王那个王爵之后啊，汉人当中唯一得到亲王最高爵的啊这样的一个汉人。不久之后呢，清廷还给老上头他那儿子尚之孝又加官了，加什么呢？平南大将军这样的衔号，而且明确指定尚之孝袭封，就等于以后你就是老头子死之后，你就是以后的这个平南王了。接二连三的破例封赏，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鼓励尚氏父子继续为清朝卖命，然后呢让他们能击破吴三桂还有耿精忠的联合的反叛势力。时势不饶人啊，由于依附耿精忠和吴三桂的人越来越多，清军呢在广东的局势越来越不妙。不久呢，清朝那高州总兵有个叫祖泽清的，他也叛清了。尚之孝呢就连连败退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老头子尚可喜在广州是忧心如焚。这个时候呢，康熙皇帝就特意批准尚之孝率领部队回到广州，帮助他老父亲尚可喜守住这广州这坚城。康熙帝在北京呢也特别怕广东啊这个要地失去，于是呢他在京城也是运筹帷幄，不停从内地也调遣兵马，准备让这些军队呢复原广东。不仅康熙帝惦记广东，吴三桂肯定也惦记啊，他就不断地派遣军队加紧对广东地区的进攻。
广东、广西，现在呢投靠吴三桂这些将领越来越多，反清军队呢都已经打到了肇庆了，已经逼临广州了。那更让尚可喜害怕的是什么呢？他手下的总兵官有个叫苗文秀的，还有副将吴启镇，包括这个游击李有才，这三个人都是军将啊，也相继向吴三桂投降。广州城呢这个时候就危在旦夕。这时候这老头尚可喜呢咳嗽痰喘，急火攻心，病情越来越重，眼看着广州即将陷落，于是他就派人在这个府中的后楼啊准备了大量的啊柴木。他是什么意思呢？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全家就自焚寻节啊，誓死报效清朝。吴三桂方面呢在派出军队啊加紧进攻广州等地的同时呢，也不停派人游说那尚之信，千方百计诱使这位失爵的尚可喜的长子向自己投降啊，同时答应他，一旦你投奔我，我就封你为王爵，让你们家世守广东。尚之信这个人本来就是个暴躁的啊，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先前那平南王王爵被他父亲转让给自己弟弟了，丢面子不说吧，你看自己白拼命这么多年了，为谁辛苦为谁甜啊？所以呢，尚之信逐渐就心动了，但当时他内心也挺矛盾的啊，毕竟他们老尚的祖孙三代都是世受清朝恩养。他自己在北京呢十多年也是享尽了荣华富贵，满清朝廷啊对他们家对他自己还是非常不错的。思前想后啊，当时那广东的局势不由人，如果自己和这个父亲尚可喜一样拼死当大清忠臣，结果呢可想而知，肯定很快呢就要和这个广州城同归于尽了。活着还是死去呢？肯定还是要活着。能在广东一直当王爷，世守广东啊，肯定就更好了。最终呢，尚之信就决定向吴三桂投降。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尚之信呢就命令他手下的军士忽然炮击清兵的大营，同时派出兵马把他父亲尚可喜的府邸啊一下给包围了，封锁内外消息。这就等于啊，尚之信把他父亲那老平南王尚可喜给软禁起来了。接下来啊，他又亲自提刀砍死了就先前劝尚可喜让他的这个弟弟尚之信袭爵那个谋士啊，就那位叫金光的。而后呢就公开接受吴三桂给他的封号，什么封号呢？招讨大将军。此时呢一看尚之信都投降吴三桂了，清朝的两广总督金光祖还有那巡抚童养巨那些人也有样学样，跟着他呢赶紧向吴三桂投降。儿子尚之信向吴三桂投降了，尚可喜啊这个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眼看儿子造反了病情就更重了。到了初冬时分啊，渐至弥留之际，忽然间尚可喜老头回光返照啊，挣扎着坐起身，就对身边的仆人说，吾受三朝隆恩，时事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于是呢老头穿戴起全套的清朝官服，向北叩头谢恩啊，就表示说我死后应是先帝。说完这句话，老头嘎嘣一声死了，咽气了。怎么死的？实际上就被他长子尚之信活活气死的，忧虑而死的。尚之信呢虽然是背叛了清朝，但他对清朝毕竟是内心有愧，所以他暗中一直和清廷啊有这个书信往来，他就没有对清军呢展开重大的军事攻击。因此一来呢，康熙帝对尚之信所在的广东也就没有特别发出大军对他进行专门的征剿。吴三桂方面呢就屡次催令尚之信，你赶紧给我出兵大玉岭，替我开辟新的战场。尚之信呢一直按兵不动，就只拿出他的库金十万两给吴三桂，表示帮助他驻军。从实际上讲，他并没有真正的对清朝啊这个岭外展开真正的攻击。由此一来，清廷就能够一直把注意力也放在江西和湖南战场。三番起事当中，虽然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啊对清朝和他亲爹绝对可以称之为不忠不孝，但平南王这一番给清朝添的麻烦是最小的。正当清廷在南方忙得焦头烂额之际，西北又出大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为清朝驻守平凉那王辅臣忽然间也反了。想当初吴三桂刚开始造反的时候啊，曾经派出不少人携带他的七笔信还有讨清檄文，就到全国各地通知他的旧部和故交，约诱那帮人呢和他一起行动。西北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驻守平凉的王辅臣，还有驻守甘肃的张勇。
这两个猛将呢，都曾经是吴三桂的部下。后来呢，清朝又把王辅臣呢调任陕西提督，驻守平凉。我们要知道，在吴三桂没有反的时候啊，清朝就把王辅臣啊调任陕西提督，驻守在平凉，就是今天甘肃的平凉。把那个张勇呢调任为甘肃提督，啊，驻守甘州。甘州呢就是今天甘肃的张掖。如果这两个人还能为这个吴三桂在西北啊开辟新的战场，肯定会造成南北夹击清朝这样的势头。而且那王辅臣、张勇呢，他们又掌握着西北地区的兵权，手下全都是精兵良将，战斗力非常非常强。出乎吴三桂意料，一开始的时候啊，王辅臣和张勇这两个人都兼具吴三桂的这种劝诱，特别是王辅臣，他自己呢亲自在北京啊受到过康熙帝的接见，而且呢还获赐樊笼豹尾枪啊这一把。因此他本人对于康熙皇帝啊是非常感念的，感恩的，所以说一心一意啊要力拔大清。为了表示忠心，王辅臣呢马上让他自己的儿子王继贞就把这个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再锁起来押解到北京。康熙皇帝一看，呵，王辅臣真是忠心耿耿，大为叹赏。谁料想呢，王辅臣当时这个举动却激怒他的老同事老哥们张勇。张勇怎么想啊，你自己做忠臣事先也不告诉我，这不明摆着让朝廷怀疑我吗？从此之后这两个人之间嫌隙顿生。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防务呢，康熙皇帝又亲自派遣刑部尚书莫洛经略西北，让他率领一大队满兵呢就驻扎在西安，而且还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啊各级将官一定要都听莫洛他的节制。康熙皇帝之所以使出这招，实际上内心深处还是对王辅臣这些人有些疑虑。毕竟这王辅臣和吴三桂他们从前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了。为此呢，康熙帝还专门给那张勇写份密诏，让他以甘肃提督的身份密切关注陕西的局势。同时呢，康熙皇帝还调王辅臣和那个将军习普臣等人呢赶赴荆州增援。后来呢，他又指示王辅臣随将军贺业等人呢进取四川保宁。短时间内吧，反正康熙皇帝的招旨颠来倒去，最后康熙皇帝还是命令王辅臣啊一切呢听从人在西安的莫洛差遣。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这个莫洛就率领他手下的人马呢到达宁羌州来驻扎，就和这个王辅臣呢他们的兵营相距两里多地。谁料想十二月初四日这一天呢，王辅臣手下的兵马忽然之间就向莫洛的营地发起进攻。莫洛本人呢身中鸟枪子弹，当时就被打得跟蜂窝似的死了。他手下的什么张京啊、比贴士啊、那些参谋啊，包括那些不少的他的卫士吧，都当场被杀。有命活下来的那些运粮兵啊，还有那些标兵两千多人，全被王辅臣得收降了。干了这件大事之后，王辅臣呢又从勉县北上洛阳。清朝那定西大将军董鄂得知王辅臣叛变这个消息，马上退保汉中，即刻派人快马奏报康熙。王辅臣反叛完全出乎意料，康熙皇帝完全不知道内情，就立马派出啊这个人给这个王辅臣啊发去一道长篇的敕谕，就招抚王辅臣。康熙皇帝这篇诏谕呢全篇对王辅臣毫无指责之语，而且他还自责说自己事先并不了解王辅臣跟莫洛之间有什么过节，所以说导致了这次激变。对于莫洛之死呢，康熙皇帝当时也是含糊其辞，就说啊这肯定是莫洛这个人办事不妥，导致王辅臣手下那些士卒呢一时激愤最终才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件事儿和王辅臣和你肯定没关系，只要你能够重新归顺我大清，前世一概不问。告谕发出之后，说句实话，人在北京的康熙帝本人呢根本就不知道王辅臣为什么忽然变脸。王辅臣方面呢既然已经是变脸了，已经是造反了，已经是把那莫洛杀了，于是呢就在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就公元1675年这一天吧，他就写了一份奏本向康熙帝呢就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自己啊先前所受的种种委屈。怎么回事呢？原来这王辅臣啊一直非常关心国事。他到陕西，到了西安见到莫洛之后呢，就当时就劝告莫洛，您应该以当年洪承畴这个的洪大人为榜样，万事应该小心行事。王辅臣所有的这些谏劝
绝对是好意。谁料想呢，这莫洛和张勇关系特别好，所以他一直对着王辅臣就持有成见。莫洛当时不仅不听忠言，反而认为王辅臣和吴三桂有关系，就对他当面任意羞辱。而后呢，莫洛又在根本不给王辅臣这个部下任何马匹的情况下，死催你赶紧率领手下这个部将、手下兵马、急行军马上进入四川等等等等吧。王辅臣在这个奏书上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情经过都写明了。这上奏表示什么呢？宁羌州兵变完全不是出于自己事先的策划，而是莫洛和他手下那些人欺压我们这些汉族官兵太甚，这样才导致的兵变。王辅臣虽然说向康熙帝这个进上奏书吧，言远表白，但当时呢已经成为骑虎之势，反都反了，莫洛人他也杀了。也没办法，就只能在陕西一带听从吴三桂的差遣。吴三桂呢大喜，马上派人给他送来20万两白银，然后又赐给他一个名号，那大印上写着什么呢？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授银收印之后，王辅臣不敢怠慢啊，立刻在陕甘地区对清军展开进攻进而呢睡降了秦州城守将。秦州城就是今天甘肃的天水，然后就率领的这个军队从洛阳移到秦州，又毁掉了陕甘两省边界那个奉县的偏桥。接下来他又派手下将领率领人马把守栈道，从而就导致清朝的兵粮开始受阻不通了，就阻断了清军的粮道。这样一来呢，清军在西北的局势说句实话一片大坏。面对如此恶化的局势，这个清朝朝廷和这个康熙皇帝又该如何应对呢？和珅是何大人还是钮钴禄大人？但凡我们看和清朝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在这些电视剧里的称呼挺好玩的，因为电视剧里好多那些大官都是满族人，因此呢他们的名和姓是分开的。我们看的清宫剧里经常有些人称和珅为何大人，称索额图呢为索大人，但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呢？满族人他们的姓什么呢？清代的满族人呢肯定有他自己的姓氏的，但在习惯上他们只使他们自己的名字。这个呢就是清朝所谓的称名不举姓。在满族人这种习惯之下，又随着他们逐渐的汉化，因此他们名字里的第一个字儿实际上呢就被当作一种假姓姓氏来使用。为什么说他是假姓呢？因为他并不是姓这个姓。比如说拿和珅来举例和珅这个是正红旗满洲人，姓钮钴禄氏，他名和珅字志斋。清朝人称呼他绝对不会叫他什么钮钴禄大人或者什么钮钴禄志斋，就是因为呢是满族人，所以他的姓氏按照惯例就隐去了，大家都用他的假姓姓氏来称呼他。因此呢他那么名字叫和珅吗？所以一看清代的笔记或者是在电影电视剧里，实际上那也是对的，就称他为和相、和志斋、和中堂。在清朝初年呢，八旗军绝对是东亚第一强军。当时就流传着有一句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八旗军的战斗力绝对是特别强大，你往往几千的这个八旗兵马足以击败数万名的明朝军队，绝对是让当时的明军畏之如虎。但到了康熙年间特别是三藩之乱开始的时候，这个八旗兵说句实话大部分呢他的素质已经往下走了。当然了也有素质好的，但特别是八旗的将领包括那些明王名帅八旗这些贵族子弟，
基本上跟前辈完全没法比，名将名王啊，基本上是凋零殆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到了康熙帝平灭三藩起事的时候，清朝所依赖的军队到底又是哪一支呢？吴三桂起兵之后呢，清朝是四处乱起。虽然当时全国有三大反清的战场，但清廷最为关注的肯定就是湖南战场。这点挺好理解的，擒贼先擒王嘛，只要是能把吴三桂的主力击溃，把这个吴三桂本人加以擒杀，反清武装呢肯定就失去了象征性人物，自然呢这叛逆的势头肯定会迎风而解。清廷清军忙不停，作为军事家，这吴三桂本人呢也是一直聚精会神，部署指挥。对于清军的作战呢，吴三桂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筹划。第一，一支呢派兵在越州澧县，这个水陆要冲啊，在那里部署重兵，就和江北的荆州的清朝大军啊一直警惕的互相对峙，严防清军渡江。第二呢，从长沙分兵进入江西，就是试图想打通和福建耿精忠他们之间的通路，准备联合在一起。第三呢，就派出军队从四川进陕西，其本意就是想沟通兴安汉中那里的反清武装，进下来又和西北起兵的王辅臣能够会合，而后呢争取双方合军之后呢进逼北京。由此呢得知王辅臣在宁羌州反清了，吴三桂大喜，他马上呢派出大批战船扬言渡江，要和这个荆州的清军决战。当时呢他还想干嘛呢，掘开江堤用那个江水猛灌荆州，因为荆州地势比较低，城墙五里以外那就是长江了，所以先前呢一直在东南西三面筑有长堤，就防止水淹。如果吴三桂军队真的把这个堤坝给掘开，荆州城内那些清军肯定就会成为如蚁的浮尸，肯定基本上把那帮人都会淹死。你看关键时刻一辈子都以阴毒隐忍著称的吴三桂还忽然有妇人之仁了，他就怕你看把堤坝掘开，在淹死清军的同时会殃及城内那些老百姓的性命，最终呢他就没有使出这招计来。当然了，吴三桂在荆州之所以有计不施，也是他的声东击西之计。他扬言对外汹汹扬言要和荆州的清军决战，其实真实的目的还是在于分散清军的注意力，想把呢越州的兵马分出一部分来进占宜昌，然后呢再派遣他那些将领呢攻袭湖北。最终他还是要想打通了通往西北的道路，和那个王辅臣合军，那一来就等于从北方西北方对清军造成特别重大的压力。清军呢对吴三桂的军队四处截击，最终还是勉勉强强吧把吴三桂的主力压制在湖南地区。吴三桂本年呢常年戎马生涯，他手下那些文臣武将对军旅之事绝对都是说句实话一顶一的专家，所以呢在湖南正面战场，吴军对清军一直保持着巨大的压力。清军方面呢，从努尔哈赤开始，直到康熙继位，掌管兵政大权的呢，都是八旗满洲，汉人呢只能做副职。康熙帝到了他继位之后，依旧继承这种传统，各方面军的统帅都是以皇室后裔来担当。方面大员当中呢，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哥哥李七王代善的孙子那个乐克德浑的他的儿子。他最早呢就被清廷派往荆州，这个人到那之后就一直畏缩不敢战，致使湖南地区大部分领土都被吴三桂给占了。而且呢他还贻误军机，屡次呢就以贼势强大为名不遵守这个康熙帝发给他的诏旨。而后呢清廷又委任尚善为安远禁寇大将军，派他又往湖南。这个人呢是这个正亲王济尔哈朗的弟弟，那个贝勒费扬武的他的儿子。而派往江西那位挺远平寇大将军那安亲王岳乐呢是皇太极的哥哥阿巴泰的儿子。而从江宁派往江西助战那简亲王拉布呢又是济尔哈朗的孙子。而清朝派往浙江迎战耿精忠的那康亲王接书呢又是代善的孙子。派到陕西攻打王辅臣那定西大将军呢这个董鄂听上名字好像汉人姓董，不是，
这个人也是觉罗贵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铎的儿子。但上述这些皇室贵族，相比他们足智多谋、残忍暴虐的前辈来讲，几乎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经验。这些人呢，好多人一生下来就养尊处优啊，好多人都是生在北京的，因此对于打仗工程是完全不懂的。但这些人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和财物，哎，都特在行。吴三桂起事之后呢，毕竟是根红苗正啊，所以这些人就被朝廷选派作为各个方面军的统帅大将军。我们要知道，打仗不是儿戏，见识如雨，白刃扎眼，这些皇族这些贵胄们啊，到了战场之后暗自胆寒，更多的呢就是选择和吴三桂的军队对峙，观望徘徊。他们心中当时最希望的就是吴三桂能自生自灭啊，省得打了。由此呢，清军大部分就在湖南一带一直是裹足不前，同时呢糜费了无数的辎重粮草。这些人到这个时候，这些兵马都成造粪机器了啊，别的什么事儿也干不了。湖南江西方面的清军统帅啊，一直以贼势甚炽为借口，多次呢还恳请朝廷加派援军啊，不停的这个要军队。对此呢，康熙挺生气的，但他本人也不清楚当地的真实情况。后来呢，跟随乐尔锦到荆州啊参赞军，我有个汉人，这个人呢就是礼部员外郎王肇，他给康熙帝就上了一道密书，详细报告了当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清军初到荆州的时候啊，常德、越州、李州那些战略要地啊，哎，还都没有被吴三桂占领了。当时清兵只要能一鼓作气，肯定能马上啊收复湖南大部分失地。即使当时清军没有主动进攻，也可以趁吴军初到湖南立足未稳的时候呢，首先渡江，先把长江南岸给占领，如此呢就可攻可守，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尴尬。等于是你看，自己到了北岸，吴军占领了南岸，双方的深沟高垒，吴三桂就更有机会了。特别是叛军已经划江成营，非常难以摇动，而数十万清军呢顿军不动，又耗费了金钱万万计，使得当时湖南的米价就等于比从前涨了三倍，造成当地民生困乏，转运艰辛，说不定啊日后又会引起新的民变。而且呢，清军和吴军相持之间，马匹倒毙大半，兵士呢因为极易死亡的呢，甚至到达十分之二三的这样的地步。即使幸存的那些兵丁也是锐气全消，真打起仗来，就他们这样的战斗力太让人担忧了。总之，当时王肇给这个康熙皇帝的密奏啊，就是希望康熙皇帝能够强令乐尔锦克期进讨，就不要再在当地的逗留观望。仔细读完了王肇的奏报，康熙皇帝恍然大悟，接下来他就大发雷霆。于是呢，他马上下诏痛斥乐尔锦啊那些将帅。他怎么说呢？说正是由于你们这些混蛋、这些庸才，就使得清军在湖南江西啊一直是处于输带的状况，才使得吴三桂叛军的这个势头啊一直没有被遏制住，最终还导致广西孙元龄、福建耿精忠、西北王辅臣这些人的相继反叛，使得呢国内四处叩起。痛斥归痛斥，骂归骂，你说真打起仗来还是得靠这些草包王爷和贝勒，没办法啊，当务之急。康熙呢就指示安亲王岳乐在固守江西的同时呢，入冬之后马上派兵速取长沙。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呢，为了能够顺利进攻长沙，这个安亲王岳乐就再次上书表示说，非露营汉兵不能杀敌，非红衣大炮不能破垒。为此呢，康熙皇帝马上派出五千名熟悉火器的汉军前往岳乐他的军前效力，让他们呢还带去了由传道士南怀仁监造的轻便火炮，以帮助清军的进攻。一来二去三耽误，转眼之间就到了康熙十五年的正月，清军呢在湘赣地区还是裹足不前，和吴三桂军队相持两年有余，清军呢是未获寸土，当时是尸老兵疲，想盐想粮有时候也运不进去，等于是坐失机宜。康熙皇帝说句实话，在北京恨得牙根直痒痒，又下诏严遣乐尔锦这些人。确实呢，正是由于这些皇室贵胄子弟他们的庸怯无能，使得吴三桂叛乱迅速的扩大，差点就使清朝变成短命的前秦了。清军和吴军在京粤地区相持之际呢，东西两个战场之上
清军和叛军也一直在激烈的交战当中。耿精忠、王辅臣宣布叛清之后呢，吴三桂一直试图应援这两个人，让他们相互靠拢，最终呢就想使得三部这个起事部队能够连成一片。为此呢，清廷是万分焦急，火速派出一部又一部的军队，在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四处出击，艰难地阻击吴军，同时呢还要围剿耿精忠和王辅臣这两部叛军，就避免他们之间联系和靠近，想方设法就把他们孤立在各自的战场之上。这样来一来呢，就想啊，希望以后寻找机会对他们各个击破。陕甘地区的西部战场呢，临近京师啊，所以王辅臣这部叛军就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一时之间呢，康熙皇帝就把注意力啊都转移到王辅臣身上，他使尽一切办法，恩威并用，剿抚结合，就想尽快解决这个西部问题。而西部战场的战略要地呢，就是秦州。秦州就是今天甘肃的天水，这个地方位于兰州、巩昌、平凉、汉中等重要战略要地之间。巩昌啊，就是今天甘肃的陇西。如果清军能够把秦州拿下，等于就可以从叛军呢中间突破，切断叛军之间的联系，就能够获得极大的主动权。秦州这地方的城池呢特别坚固啊，如果想攻破这个城池，没有威力强大的红衣大炮啊，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呢，康熙皇帝亲自下令，就派那都统海尔图等人率领兵马护送了那红衣大炮到了秦州城下，还得送给那个围城的清军。康熙十四年三月初，清朝那定西大将军董鄂就率领两万大军，等于是到达了秦州城下嘛。由于当时清军有大炮攻城，陆营汉军呢又特别能战斗，最终迫使秦州的叛军总兵那个陈万策开城门啊，率这个兵民出降，也抵抗不住了。而后呢，增援秦州的四川和平凉那叛军呢，也闻风败逃而去。收复秦州之后啊，清军猛追，陆续呢又把秦州附近的什么李昌啊、清水啊、扶羌啊、西河这些县城都收复了。这个扶羌啊，就是今天的甘谷。由此一来呢，清军在西北就旗开得胜，实现了第一个战略目标。而后呢，清军又分出一部分兵马，就开赴这个栈道啊，增援汉中。同时呢，派那个都统海尔图这些人护卫红衣大炮，又往平凉方面那个方向运送。失去秦州之后的王辅臣大感恐惧，他马上率领手下精锐部队，包括那个秦州溃败下来那些残军汇合在一起，然后收缩兵力回到平凉固守。除平凉之外呢，王辅臣军队当时还占据着庆阳、定边、固原、延安、兰州等几个这个孤立的战略要点。在先前围困秦州的同时呢，清军实际上已经向兰州、巩昌这个叛军发动进攻了。康熙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清朝安西将军穆湛和总兵官孙思这两个人的增援下呢，巩昌城那个叛军总兵陈珂顶不住了，就接受这个清军的招抚，率领一万军队就出降了。六月二十七号呢，在西宁总兵王进宝这些人的猛攻之下，兰州那叛军总兵还赵世生，包括原任布政使的那个叫程额的也顶不住了，就率领程中文武各营官兵吧，大概五千多人也出城投降。到了六月二十九号，清朝的平逆将军都统毕力克图又率兵进入延安，叛军呢抵不住，一下就跑了，溃逃了。由此延安府他属下的什么伏尸啊、保安、安塞、宜川、延长、安定等等吧，这些县城陆续又被清军收复了。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呢，清廷依旧抓紧对王辅臣的招抚。康熙皇帝亲自给王辅臣又发去一道敕谕，表示说什么呢？吴三桂违逆，人心惊扰，后来这没落呢率师尽属，调遣失宜，致使变声仓促。你王辅臣呢当时肯定是被手下胁迫的，所以朕对你人在北京的儿子啊根本就未忍加诛，按理说你在西北造反，你儿子肯定要被杀了，但是我没有杀他。作为封疆旧臣，你屡受国恩，应该尽快悔祸来归，得赶紧重新归降我大清。王辅臣这边呢就马上写亲笔信回奏康熙，字里行间挺恭敬的，依然是口称皇上，语气也非常恭谨，表示说呢自己非常感念皇帝对自己的恩德，但是大军临城，皇帝您呢又没有如何安抚的这个细节指令，所以我自己手下士兵啊都心怀疑惧，不敢马上投降。这边厢呢，康熙和王辅臣
啊，书信往来周旋，那边厢康熙啊也不敢怠慢，严令董鄂、毕力克图还有阿米达那些人、啊、率领大军，哎，急切的进攻，并在8月15日抵达平凉城下，准备就一举攻灭王辅臣的叛军。清军气势汹汹而来，但兵力毕竟不足，致使呢包围平凉城的时候围城不严。作为身经百战大将军王辅臣，还根本就把董鄂当盘菜。如果董鄂的亲爹，比如说多铎活过来，王辅臣呢，说不定心里还有些紧张。但面对董鄂这样一个宗室纨绔子弟，王辅臣呢不仅不惊慌，还从城内派出部分军队，一度呢去增援固原和庆阳。所以说呢，不是专军致志的啊，对付这个董鄂。得知清军向平凉地区不断集结这样的消息，吴三桂挺着急的，就先后派出自己手下那云贵少数民族的士兵，当时称为叫郭郭军，好几万人就往平凉方向赶，就想帮助王辅臣啊守那个平凉城。同时呢，他还命令四川叛军出援平凉。在吴三桂授意之下，大将王平藩就率领大军呢进犯秦州，大将吴之茂、谭弘这些人呢率领吴军啊都往平凉方向、啊、移动，就是想增援这个王辅臣。那么西北战事发展到这个地步，下面的结局又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清朝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使用碎发枪？跟随英国那使臣马加尔尼访问清朝的呢，有个人叫巴罗，他也是这个访华使团的这个成员之一。当时他就注意到有个事情，因为西方啊已经把碎发枪都普及了，但清军呢一看拿那枪还是火绳枪，于是呢他就向当时清朝的武官直隶通州副将有个叫王文雄呢就问，哎，你们中国军队为什么不用这个碎发枪呢？这个王文雄就说了，我们大清军队啊在西藏打过一场激战，就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发现火绳枪啊比碎发枪更有效，所以说碎发枪现在基本就不怎么用。这个事儿呢马加尔尼知道，他自己分析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碎石，肯定都是从咱们西洋进口的。而当时他还怀疑是我们欧洲出口中国的碎石质量太差呢，因此打火率不高，所以说他们就不用这种枪。马加尔尼这观点挺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咱们中国从来就不缺碎石，那为什么这个清廷这个清朝的军队他不用碎发枪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清朝的火药质量太差，其中硝的杂质特别多，造火药力的那个工艺也太差，而且呢清朝军队腐败啊，对那个保存火药也不上心，火药经常结块潮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周边就没有像样的强敌，因此呢他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武器就击败了许多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对手，作为这个天朝上国用不着像敌人学习什么新的武器啊，新的东西大清都有。而且呢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呢就没有被欧洲那种密集的火力打击过，什么坚船利炮没挨过，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他就没有迫切的更换火器的需求。直到后来清朝被英法联军啊、八国联军啊打得疼了又疼，被逼无奈才更换装备，但是呢为时已晚。熟悉《三国演义》的人啊，肯定都知道啊，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吕布呢，勇冠三军，但这哥们呢，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反复的人，先背叛这个，又背叛那个，反正最后就被曹操杀掉了。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我们不是讲三国。无独有偶，在明清时期呢，也有一个猛将。这个人呢不仅长相啊特别的俊秀，武功也是酷似吕布，他的人生轨迹呢
也是啊，这个反反复复。他呢曾经三次降清，两次反清。那么这位清朝的吕布呢，谁呢？就是王辅臣。前面我们讲到过，由于康熙呢派出那官员穆洛，这个人呢安排失误，导致王辅臣啊反叛了。事后呢，康熙帝对王辅臣啊剿抚并用，同时在平凉城下进行了非常严密的军事部署。那么在波谲云诡的西北战场，这王辅臣是否又会再次接受清朝的招降呢？我们这一集会仔细讲。上一集我们就说到，清朝在西北地区本来是大军齐集了，都把这平凉城啊紧密的包围了。由于吴三桂呢派出不少这个将领和军队来增援，平凉城下的清军呢，等于又处于被动的局面。作为清军在当地的统帅董鄂，他到达平凉之后呢，等于是一直坐守，根本就不敢进攻，一步战机。清军呢在平凉城下仅有的一次主动攻城，还是由于这个清朝将领啊指挥失误啊，当时胆儿又小，结果呢被王辅臣杀得大败。尴尬之时，这清军那都统叫海尔图的马上发这个紧急的奏书到北京。他说什么呢？他说帮助清军运炮那些屯俘都逃跑了，请求皇帝马上从京师一带调发熟悉火炮的这个满汉军前来平凉啊，继续帮助我们啊这个围困啊进攻王辅臣。看到这些奏书，说句实话，康熙帝气就不打一处来。康熙十五年二月，就公元1676年，康熙皇帝呢又派出大学士涂海，委任他呢为抚远大将军，同时授予涂海全权，让他总辖陕西所有的一些满汉大军。而后呢前往平凉，让他全权的负责剿灭王辅臣的任务。涂海这个人呢是满洲正黄旗人，他是文人出身，但他武功也不少。曾经在康熙二年呢剿灭李自成的这个余部郝瑶琪啊，什么李来亨这些人的作战当中呢立过不少战功啊，绝对是文武全才。3月17日，涂海呢就率领援军到达平凉了。涂海这次来啊，带来了康熙帝奖励的清军的那个诏旨不说，还带来大量赏银。一时之间呢，清军就士气大振。这个时候包围平凉城的这个清军啊已经达10万之众，当时绝对把平凉城围得水泄不通。即便如此，王辅臣什么人啊？多年来他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他根本就不怕。登城这个巡视防务之时呢，望着城外密密麻麻的那清军的营盘营垒，他还轻蔑一笑，对身边将领就说：“这么多人围我城池，这叫什么能耐呢？孤待其死，看我军发威之时，让这些人呢全部都变成尸体。”嘴里呢说的挺硬。王辅臣内心实际上也挺有点害怕的。这个时候的王辅臣呢，内心非常矛盾。按理讲，如果他现在突围撤往四川逃跑活命，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毕竟啊，他当时还心存侥幸，他就觉得什么呢？自己和康熙皇帝啊有旧恩旧情，他还是想在最后关头能够取得清廷对他的赦免。王辅臣啊，这个人这辈子还挺不容易的，还挺有戏剧性。王辅臣本来不姓王，他姓李。早年呢，跟他姐夫一块儿加入明末刘贼的军队，四处啊抢掠烧杀。后来呢，他投靠一个王姓将领，得给人做了干儿子，就改姓王了。再后来就投靠清朝的军队，开始征战了。那么在多尔衮统治时期呢，山西大同总兵江襄反清嘛，前面我们讲过，他也跟着江襄啊开始造反了。和清军对战之时，王辅臣啊，你想武艺高啊，纵横驰骋，清军都非常害怕他的这种勇武，称他为什么呢？马鹞子。所以说呢，他在大同绝对是一战成名。不久之后，江襄失败被杀了，大同呢好多这个军民全部被这个清军在屠城的时候全部杀了。但王辅臣呢脑子快，事先呢他向王爷阿济哥投降，等于是免于被杀的这样的命运。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啊。这个战争过后呢，他就被发入那个新者库啊，作为一个奴隶。多尔衮死之后，王辅臣毕竟是名声很大，他呢又被清廷派往洪承畴麾下作为这个将领。洪承畴呢挺喜欢他的，就保举他又升为总兵官了。再后来，他又跟随平西王吴三桂攻入缅甸地区，就把当时那个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给擒杀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立有大功。康熙帝继位之后，这个王辅臣呢一直有勇武之名，人长得又漂亮，所以康熙帝还挺喜欢的，亲自呢还赐给他一杆挺珍奇的啊那样的武器，啊那样的一把枪吧。由此可见呢，王辅臣这个人确实不是一般人。吴三桂啊，他自己在云贵地区主政的时候，对王辅臣时常，但凡是好酒、好食物、好衣服，绝对不忘王辅臣，没事就派人整箱整箱的给他送。涂海呢，作为清朝大臣当中啊文武全才这样一个人，他到达平凉之后呢，在对王辅臣啊攻心招降的同时，他也来征革的。很快，他就指挥手下清军，对平凉城北的高地虎山墩展开大举的进攻。虎山墩呢是个战略高地，就占领那里之后可以俯瞰平凉全城，而且呢这个高地还是平凉通往这个西北响道的咽喉要地。为此呢，王辅臣啊派了10000多名精兵啊就护守这个虎山墩，号令升起，率领清朝军队仰攻虎山墩。王辅臣的军队不是一般人，都是久经战阵的士兵，临敌不惧，临敌不慌。他们呢前面派出步兵，后面呢布满了骑兵，阵前呢还有遍布火器，就有条不紊地向清军先开始发动冲击。清军呢也是毫无畏惧，层层逼近，步步为营。毕竟当时清军人多势众啊，就一步一步地把叛军呢慢慢往山上逼。但随着战斗越往山上走，实际上是越对清军不利的。为什么呢？清军是仰攻，王辅臣的叛军呢居高临下，是顺势往下打，所以说杀的清军啊死伤一片，死尸啊布满了秋凉。即便如此，死了这么多人，涂海这个人相当冷静，他就不顾手下人的死伤，继续发挥人海战术的优势，命令汉兵啊继续进攻，让那个陆营兵啊就往前啊作为前驱，不断的给这个虎丘墩的叛军施以压力，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激战几个时辰，清军最终攻克了这个虎山墩。当时呢，所有的清军清将登高一望，平凉城是近在眼中，清军上下顿时是高呼万岁。而后呢，清军就在虎山墩上架大炮了，对着平凉城内就是一顿猛轰啊！当时轰的城内军民死伤狼藉，军心一下子就动摇。这时候的王辅臣呢，就感到害怕了。虎山墩战略高地丧失之后，平凉城的粮道等于就被断绝了，城内数十万，你想这个兵也好，民也好，人吃马喂啊，很快粮食就粮草都用尽了。一时之间呢，平凉城内无论是百姓也好，军人也好，饿死了好多好多。这个时候呢，涂海手下有个幕僚叫周培公的，他就主动要求要入城劝降。周培公啊是个书生，他的老家是荆门。先前呢，他曾经在清朝有一个将军，镇武将军吴丹手下立过一些功啊，他当参谋嘛，当时呢就被朝廷啊授了给他一个七品官。等到涂海率领手下大军走到潼关的时候呢，周培公又来了，就像涂海啊进城攻克平凉的这种计谋，又是写的又是说的，反正这人挺能白活。所以说周培公呢，等于是刚刚被涂海召为幕僚。平凉城内呢，王辅臣手下有个参将叫黄九畴的，还有那布政使龚荣玉。这两人呢都和周培公是老乡，眼看当时形势危急，他们就在城内啊也劝王辅臣，哎，咱们赶紧向朝廷投降吧。得知城内这些情况之后呢，周培公就主动请缨向涂海表示自己要冒死进城啊劝降王辅臣。入城之前呢，这位书生还向涂海表示，你看我自己往平凉城亲自招降那个王辅臣，九死一生，如果我自己被杀掉，希望朝廷能够呢给先前为我父亲殉死的我的母亲孙氏能够对他呢加以表彰。惺惺相惜，看到周培公如此胆勇壮烈，涂海马上啊同意他的所请，马上授给周培公一个新的荣衔。什么荣衔呢？参议道，就让他代表自己呢入城劝降王辅臣。外面清军这么多，而且战略高地已经被清军占领了，事已至此，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城内军民着想。当时呢，势穷粮尽，王辅臣最终还是听从了周培公的劝告。于是呢，他就派出手下一名副将，跟随周培公出城，面见涂海，表示呢愿意投降，但是呢有个条件，需要皇帝啊发出的亲笔特赦的诏书。涂海不敢怠慢啊，马上派人即刻
加急的骑着马往北京方向奔，很快就得到朝廷的这个赦令。6月6号，土海呢就命周培公携带康熙的这个大赦的这个诏书，再次入城抚慰。6月7号这天，王辅臣呢就派周培公的老乡龚荣誉率领市民代表出城投降。在上缴吴三桂派发给自己那些印信啊、文件啊、图章啊等等的一个同时吧，就向土海进献了这个平凉的军民册，以示臣服。即便如此呢，王辅臣，你想这个人啊，他从多尔衮时代就知道满洲贵族的阴狠，像大同城的军民10多万人投降之后依旧是被基本上被杀绝了，所以呢他依旧是内心怀有疑惧，就不敢亲自出面去见土海。有王辅城在城内，即使对方现在表示投降了，清军呢依旧是不敢入城。为什么？这王辅城这个人太勇猛了。6月13号，土海又派周培公入城，百般劝说，极力安抚，最终呢就消除了王辅臣的疑惧。6月15号，王辅臣就亲自骑马出这个平凉城，到达辕门之后步行到了土海的营帐，叩头谢恩，表示真心归降。平凉王辅臣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了，康熙帝大喜过望，对土海呢大加赞誉，同时呢他还马上表示对这个王辅臣父子啊，他们先前反叛加以宽恕，履行诺言，恢复了王辅臣的原来的官职，还给他加个太子太保，提升他为什么呢？靖寇将军，命令王辅臣呢立功赎罪。而对于先前吴三桂派来的到这个平凉城助战的那些现在已经向清朝投降的那些少数民族部队，那蝈蝈兵嘛，等于都是一些苗军了、苗兵了，康熙帝也都不杀，给予他们赏钱，把他们遣送回原籍。接下来康熙帝就下诏把周培公呢从一个七品小官提升为布政使这样的高官，而且对周培公先前跟着为他父亲巡节的那个母亲又加以精表，然后呢派遣官员公开致祭。我们要知道西北这王辅臣包括他手下的部将包括那些士兵都是些英勇善战之人，特别是他手下的兵卒啊，基本上都是敢死敢斗那些百战之士，这些人一投降，陕甘的局势骤然一变。接下来呢清军又先后把那个吴之茂和王平藩给打败了，就迫使吴三桂的势力啊又退回到四川地区。而从前王辅臣任命的啊什么原固原巡抚陈鹏啊，什么庆阳总兵周养民啊，嘉峪关总兵王好问啊，关山副将孔蒙雄，这些人你想他们都是王辅臣的手下，这个时候在这个王辅臣的招降之下也相继献城投降了。由此一来呢关陇地区大定，清朝呢这个时候他西北方面的威胁呢基本完全解除了。平定王辅臣的陕甘之乱，除了关键时刻这个土海周培公立有大功之外呢，基本上还是依赖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这三位悍将和他们手下率领的广大陆营的这个悍兵，这些人呢出力甚微。为此呢这个康熙帝在平叛之后啊曾经非常有感触地表示过，他说什么呢？自古汉人逆乱，亦为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王辅臣在西北败降了，吴三桂呢等于就失去了西北的羽翼，这个时候只有东南战场的耿精忠可以依靠了。那么耿精忠叛清之后呢一度还兵将四出，他的战略意图当时还挺明显的，就是要占领江西，然后呢会同吴三桂啊和那个湖南叛军啊等于是连成一片，而后呢还要占领浙江，在东南沿海地带呢实施大的全面的攻击之后呢，当时呢就是想和这个占领长江中游的吴三桂呢遥相呼应，以成犄角之势。清廷方面肯定知道耿精忠的意图啊，所以说一直是四处堵截。由于清军占领了南昌、杭州、衢州、吉安、袁州、九江、金华、广信、饶州、建昌、萍乡的各个的战略要地，最终呢还真阻止了耿精忠呢，就阻止了他的军队进入湖南省境。而吴三桂的部队呢也是打得挺艰苦的，气喘吁吁的，曾经呢他们一度占领连接江西和湖南的那个江西省境内的萍乡啊，包括吉安这些要地，但在清军围追堵截之下呢，最终就没有能达成和耿精忠军队会合的目的，所以双方最后啊也没能联军。为了防止台湾正式部队就正经的部队趁乱呢在大陆立足，清廷就加紧平定福建，而且呢这个战争过程呢这进展还挺顺利的，陆续就在江西、浙江好多地方取得多场的胜利。
对于耿精忠这个人呢，康熙皇帝对他还是边攻打啊边加以抚慰。随着战斗不断的失利呢，耿精忠也开始表示服软了，就不断的和清军的那些统帅，包括那安亲王岳乐那些人书信往来，探听朝廷的意旨，探听朝廷啊对他以后怎么处分的这个意思。清廷为了表示诚意，还派出耿精忠的亲弟弟耿继忠，拿着康熙皇帝的敕谕，前往浙江，当时那个清朝康熙王杰书的大营，派他去干嘛呢？就派他去到那和杰书商量啊，怎么样我能到这个福建，把这个皇帝的这个敕书，这个大赦的这个诏书吧，送给耿精忠。听到这个消息呢，耿精忠态度就更加软化了，开始自己呢亲自给康熙帝写书奏，把自己造反的责任呢都推到被他扣押的那个范承默身上，表示说自己为什么一直留着这个范承默的活口啊，就是想将来和他一起入京对峙啊，先前就是他把我逼反的。但真正等到他弟弟耿巨忠捧着康熙帝的这个招降的诏旨到达衢州的时候呢，耿精忠又改变主意了，又拒不接纳康熙皇帝的诏旨了。这种拒绝呢，倒不是因为耿精忠又重新变得强硬了，而是因为他对于自己造反之事啊太过疑惧了，害怕自己投降之后呢马上遭到清廷的诛杀和清算。到康熙十四年的冬天呢，清军的攻势越来越猛了，浮梁啊、桂溪啊那些县境吧，等于是都把这耿精忠给打败了，而且招抚了大量叛军啊前来投降清军。接下来清军在浙江的温州、台州啊等地吧，把这个耿精忠部队打得大败，当时是势如破竹。康熙十五年六月，得知耿精忠啊，他的这个叔父耿继善忽然把那个营盘焚毁了，从建昌啊、新城一带忽然就走了，撤走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康熙帝就判断，耿精忠和郑经之间肯定两个人已经闹翻了。于是呢，他马上严命大将军杰书、贝子富拉塔、赖塔，包括江西总督李之芳这些人，马上集合在一起。迅速进剿，迅速剿灭福建这耿精忠的部队。到七月间呢，清朝那康亲王杰书、总督李之芳啊，包括这个赖塔吧，这些清军统帅就陆续的都抵达到衢州了。各路军马合军之后呢，就开始一块商议，要对福建下手了，要把福建拿下。衢州这个地方呢，位于衢江右岸，顺流而下就可以通京华，溯流而上了呢，就可以通那仙峡关。所以说衢州等于是通达福建的咽喉要道。正因如此，耿精忠啊就在这个地方布置了大量的防备。面对人多势众的耿精忠，他手下的叛军，清军还挺会打的，就先发兵猛攻这个耿部军队他们储粮的那个地方，叫大西滩的。清军发动的进攻呢是忽然进攻，所以说耿精忠没防备，因此呢他手下派精兵把守的大西滩这个储粮要地呢，一下子就被清军夺取了，粮草没了，没办法，耿精忠的他手下的部队只得仓促退却。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你说这个耿精忠他还能支持多久呢？我们下集接着说。到清代，工匠才算自由人。我们都知道，元朝当时为了强征这个工匠服劳役，就把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到明朝呢，也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把这些人户呢分为民军将三等，这个将级制度呢就强制工匠入籍之后，他子孙世代啊都得干这个事儿，就跟那个世袭的奴隶一样，严重打击了这些工匠的生产积极性。那到了明代呢，当然了比元代有所改善了，工匠就改为什么呢，到点下班的这样的体制，就等于成为半自由人了。但这些工匠他要交银子来代替劳役，而且他自己还不能揽私活啊，你这个工匠是做这个瓷器的啊，你不能说你这个下班之后你自己再做瓷器再卖，不行。而他们这种代役人呢就称为匠班人，就有专门的称呼。到了清朝初年，匠籍制度还是就是按照这个传统继续延续下来。顺治二年，就公元1645年，清政府呢就颁布了废除手工业匠籍制度的谕令，免山东章丘、济阳二县经班匠价，并令各省拒除匠籍为民。清朝统治者这一纸谕令就彻底废除了延续几百年的这种匠籍制度。随着匠籍制度的废除呢，这种改革对清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有着深刻的影响。清廷不仅明令废除降级制度，而且还免征呢这个降班银，这个税我也不征你了。因此呢，他们这种制度吧，在手工业发展史上啊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就标志着呢手工业生产窑玉时代的结束，使得这些匠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这个艺术创作。